好，右前方直接试试。小姐拍完就闪，好不好？先借过一下。来，再给你。好，右前方。哎，还右边。啊，中间偏右，谢谢。好，左手边，谢谢。来，再交换一下。好，对，然后右手边看一下。最后右前方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再补一下，拿到奖的感觉怎么样？很开心，非常开心的，谢谢 Hito 的肯定。当然，我们 HitFM 其实每一个 DJ 都蛮喜欢 Erica 刘爱玲的创作，尤其其实这一张专辑 Dare To 哦，大家应该好好听。这个《天鹅说》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曲风，其实松老师就觉得哇，每一首都会听。而且就是我觉得一张专辑好听之余，就是在过完了宣传期之后，有时候脑中会突然浮现一首旋律，然后就说哎，这首歌是刘爱玲的什么什么歌，然后就会突然的又再一次的哼着跟着一起哼唱。听你这样讲，我真的非常非常开心，谢谢。当然其实刘爱玲现在也是蛮忙碌的，除了偶尔会在这个电台啊在主持啊，然后现在好像也要准备为了九月，因为哈林哥邀请了，对的，对不对？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最近才公布，就是九月会在高雄演出新的音乐剧，叫做嘻哈游记摩尔代在一起，对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到剧场支持一下。但是我相信这个在音乐剧的部分的话呢， Erica 刘爱玲已经都是非常的因为之前也 有演出了嘛，所以我想说现在的这个心情会不会又不太一样呢？因为这次是对，因为哈林哥邀请的，是全新的 cast， 所以要全新，就是栽培默契嘛，演戏的默契，所以其实每一次要演新的剧都会很期待，然后也是抱持一个学习的心态去，对。那不要